鸣枪起跑，回违八年的九米超级马拉松再度热闹登场。选手们带着愉悦的心情奔跑在赛道上，沿途经过九美、罗纳、新乡等多个社区部落，也会行经琉璃桥和东埔彩虹瀑布等新义乡内知名景点。而好山好水的原乡也吸引众多跑者以及族人共享盛举。因为既然来到这么远的地方，那我当然是跑到最长距离72公里的距离这样子，然后想要就是把所有的景点都看到。这个马拉松呢是超级马拉松。除了有高山峻岭，那沿途又有明媚的风光啊，一路上虽然身体呢是很辛苦，但是心里呢都是很快乐的。九美超级马拉松分成72、43、22以及10公里四个项目。作为主办单位的九美社区发展协会表示，这次复办有很大的原因，也是因为有跑者非常想念当时的比赛过程。透过自己公司的资源和部落共同筹备赛事，特别在疫情之后，借由运动强健体魄，也舒缓身心。其实我们在2年前就已经规划好了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延宕了2年。那这次呢，在疫情缓和的情况下，我们这次能够顺利的举办这个超级马拉松，真的是感谢上天。不只是可以让部落学习怎么筹备活动啊，也让外界各地来到新义乡啊，借由这个跑步来慢慢认识我们整个新义乡各部落的一个环境，还有一个人土风情。透过马拉松赛事行销原乡之美，也让跑者们更能享受比赛过程。而部落以及公所未来也会持续办理更多赛事，兴盛运动风气，也邀请更多人认识原乡风情和景致。好，原视新闻混点南投信义采访报道。